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梦到完美，我是 J 梦，我是 Ashley， 我们还活着。之前我们在办公室第一次开幕的时候，就有人说我们就是火不久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几年了，五年了，还办公室重新装潢完成，然后重新开幕喽。哇，上一支影片什么时候？我还在职的时候。离职员工在哪？我最后被推出去啊。我们是那个定格，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，随便啦，你们自己回顾一下。哎，等下尴尬了吗？为什么中间可以剪的？为什么不是？你们还没有讲今天到底要干嘛？今天到底要干嘛？刚刚他有讲，今天就是我们公司算是重新开，因为我们重新装潢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我们的新的 logo 2.0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带大家绕一圈吗？好，现在讲一下，我们这次重新装潢，有做一个主题。工业风带一点韩系的网美风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常在办公室拍各种业配，所以我们都很需要各种不同的场景来让我们完成这些业配的作品。首先这是我们的企业墙，然后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些唱片，上面这些唱片呢，在我们公司氪金超过1000万的才有资格列在上面。 OK， 其他的干爹干妈们加油，先打马赛克。先打马赛克。太多了吧，我马到什么时候。这就是我们的logo， 企业 logo 2.0， 这不是我们原始的，因为我已经公司营运超过5年，所以我想要有个新的气象，所以就是挑了新的颜色、新的视觉，然后来呈现出我们的活力。然后从玄关那边走进来的话，可以看我们这小角落也是有一个设置，一个可以让网美拍照的。然后我们这边有做一个灯管的设计，这就是我们比较常对客户讲的话。Excuse me， Hello， 你的口头禅真的是 Excuse me， 不要闹。再过来就是我们的茶水间，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零食。等一下，你说茶水间，但我看到大部分都不是茶水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是水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老板个人喜好，因为他很爱喝。酒水也是水吧？他刚才说茶水，茶水。的玄关这边有一个小巧思，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是我们公司的精神总指标，叫做 No Money No Marketing。OK， 没有预算的客户请加点油，好吗？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好像也蛮需要这个的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会议室，然后我们会议室呢，它是用一个集装箱门的风格来做。然后呢，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营运了，到现在已经5年了。然后呢，可以看一下会议室里面，看起来像酒吧，没有错，它就是酒吧。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，就会在那边喝一杯。然后特别讲一下，这只狮子呢是我大概3年前自己用纸做出来的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新的装潢是工业风，所以我就自己用喷漆把它喷成黑色。然后我们两个一人一笔这样刷刷下去，然后就变成一只很帅的狮子。哎，然后这些是我可爱的伙伴们，就是原本从几个，从大概就5个人到现在已经有10几个人，大家 say hi 一下。好，科技冷漠，科技冷漠。你满意他们刚才的？我是不想要这么八股啦，尽量没活力，各位没关系。这跟我们的升迁有关。你好，来你好。我明显感受到这边比较有企图心，那边呢就算了这样子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 slogan， 可以看一下，它叫做 Enjoy the fucking life and marketing with life。原则上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很enjoy 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，然后每件事物我们都很享受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些事物当中来找灵感做 marketing， 然后所以我们的marketing 呢都很接地气，然后都非常的自然，所以都不会有任何的业配感。突然在帮公司打广告。需要的吧？是 vlog 还是公司形象片？用这支 vlog 截图，好不好？我全年服务费打9折。OK， 看一下我们的小巧思。我们的电灯也有设计的。放到天花板上面，所以其实我们就算是天花板，也都是一个网美天花板。风水考量啦，风水考量。客户坐在这边讨论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压着他的头再讲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，蛮合理的。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办公室设计最自豪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后面那片红砖墙。我觉得因为不太想要像是一般的办公室。哎、欸，升迁时间到了，升迁时间到了。好，那可以让他们展示吗？让他们介绍，让他们介绍。来来来，
这是美国啦，你在非洲啦，欧洲、英国。介绍红砖墙，要介绍世界地图干嘛？是不是拍不下去了？好，反正就是我们有让它就是有一点那种小小的破碎感跟废墟感，然后让变成我们公司的一大亮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的办公室环境就差不多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宾客要准备进来 party 的时间，那我们就一起玩吧。怎么了？你看，对啊，又是老色皮，妈逼脸蛋脸，拍完照又要跟人家这样子啊，下一步又什么？又要跟人家约出去吃饭，重的，对啊，客气，觉得可怜的，离谱，妈妈给离谱开门啊，离谱到家了啦。这什么都要停一下，这也要停一下，那也要停一下。我们拍个照，把你们包包要不要先放着？哎，你们来跟这里哦，来准备喽，一、二、三。色情啊！然后呢，我心心念念要他回来，就他妈这贱货不回来。